今天央视春晚最后一次彩排，这一次彩排就意味着节目不会再有什么变动了。这场彩排被称为录制备播带，参加这一次彩排的节目基本上就能最终登上春晚的舞台。从知情人士处获悉，此前出现在上海分会场的罗晋唐嫣未有出现在最后一次彩排中，据透露两人确定无缘今年春晚。就在两天前的第五次春晚联排，不少网友发现唐嫣和罗晋亮相上海分会场，两天彩排的画面还被爆出。对于这样的结果，网友觉得好可惜，